家好，我是魏听。首先恭喜夜里组合两局赤裸战胜双零组合晋级四强。首局开局双方比分互相拉锯至10平后，夜里组合以11-10进入半场。半场后双方比分一度追至9平，但夜里组合连拿两分，也是11-19拿下首局。第二局开局双方比分同样互相拉锯至10平后，夜里组合再次以11-10进入半场。半场后双方14平时，夜里组合打了一波7-0，以21-14拿下比赛。